领狗狗上河里洗澡啊，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拉开，错了，虎子错了，号召力不行啊，兄弟，没有人给我面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！矿泉水太没舒服了，哎呀。哎呦我去，哎呦，哎呦我去，哎呦天哪，太快了！走吧，小牛愿意走。哎呦我，看，这是个玉啊，这我刚才接两块石头了。今天狗狗出来溜达洗澡。皮皮是你吗？哎呀，大喜子啊，都回家了，走吧，咱们今天收获颇丰啊，捡了两块玉啊，发了发了，发家致富了，奔小康了。看这个狗给他们上河里玩，然后他跑的找不到了，为了找他回去，去看了几块这个这么漂亮的石头，我装在衣服里面，把它扛家去。太漂亮了，这个石头。走，回家了，咱们赶紧把这石头拿回家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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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捡了，扛不动了。得回家了，领他们回家。太棒了，这几个石头太漂亮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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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快跑，发了，小康，小康生活，小康，小康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来来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小康生活，走吧。哎呀，咱们与小康的生活只是一个差一条河呀！啊，咋的了？发了！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捡着三个什么？关门！发了，发了，发！你看我捡的啥？你看看！哎呀，你不懂啊！要是你年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玉！你太年少了，你啊，那是玉，你太年少了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我背回来的呀，这是发了，发了，发家致富了，小康那了，就小康来了。哎呦，幸亏穿衣服了，哎呀，发了。